传说的杀手动作冒险游戏最新作品《英雄不再三》曝光新的宣传影片，公开全新的战斗画面和敌人情报。本作的御宅主角特拉维斯是曾经两度爬上杀手排行榜第一名的传说中的杀手，前两部作品都是在描述杀手彼此间的战斗，不过本次的战事将升级成宇宙规模，这次的敌人是在银河系恶名昭彰的超级英雄军团。特拉维斯要利用擅长的光束刀或是以摔角招式打爆这些不知好歹的外星人。虽然本作不久前宣布受到疫情的影响将延期至2021年上市，不过好消息是前两部作品《英雄不在》以及《英雄不在2垂死挣扎》的中文版现在已经在 Nintendo eShop 上架咯。在三代推出之前可以先游玩这两款作品，了解特拉维斯至今为止的经历，体验《英雄不在》系列超强的游戏魅力吧。